家好，我是志光。今天呢，我们终于来到目的地啦，就是八卦山。我们现在就去八卦山看大佛。Let's go！ 哇，像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来这个八卦山，现在风景依旧啊。像我们家进这个门啊，它的楼梯的周遭啊，都那个佛像。哇，在这里远远的地方，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大佛啦，这是我们的。来到八卦山最主要欣赏的这个大佛，在我们现在要走去看大佛的路中啊，我看到有一个标示哦，这个是有上过媒体的天空步道。等一下，我们看完大佛，再去看一下天空步道长得什么样子。因为它是近年，我记得是去年才盖好的。哦，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大佛前哦。这个大佛啊，真的很大，而且我印象中没有记错。它是可以在里面爬上去，爬上去大佛里面的顶端。刚刚要去这个大佛的时候啊，我发现哦，这个大佛的面前，这个下面有一个九龙池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可是我觉得有点可惜，它这个九条龙的这个池啊，它没有水。应该为了节省水费吧。然后啊，这个走进去可以看到整个彰化市的那个风景哦。我们过去看一下好了。在这里啊，可以看到整个彰化的风景，可是这边啊，这边是属于台阶下，然后它上面有一个走道，应该可以看得更广。我们现在去上面看个走道好了。我们现在去上面啊，看看风景好了。我们现在前往上面那个走道哦，去看看，看那个视野有没有更广。哎，可是我的脚开始抖啦，因为我有惧高。哇，这边的视野真的更好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跟观众讲一下，这下面啊都是木条做的，我走路啊，它空空空哦。我讲真的不是很高，可是我的那个惧高症会更严重。我靠，不知道大家在收音里面有没有听到我那个走路那个木板的声音。这里有地图，我们看一下。它这里有标示地图，就是大概哪一个点，是什么跟什么。这上面的景色真的很棒哦。这个夜晚哇，
这个夜晚一定更棒啊，不用空拍机就可以看到空拍的效果。观景台，那我们现在正式要来看看这尊大佛。那我们现在已经上来到大佛的前面了，前面呢就是有两座很大只的石狮猫，它前面有一个舞台。这个哈，虽然他现在没有举办活动，但是我依然想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受虐人。其实我要讲的是，其实大家的手中都有一块钱。那我一直真的，我一直很倡导说，把你手中的一块捐出来。那有人会讲，那捐出去又未必会到这些需要的人的手上。那没关系嘛，我们做事其实有时候是做给自己心安，做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真的奉劝大家，把你手中不必要的，你觉得不打紧的一块钱捐出来，帮助不管什么受虐儿啊，还是什么什么的，很多他们真的需要你的一块钱哦。OK， 我废话说完了，我们继续看这个大佛吧。然而啊，这个大佛它其实是可以进去的。那我今天没有要进去这个大佛里面，我们今天没有要进去这个大佛里面。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窗户？其实那个窗户就代表里面是有空间的。哦，他今天很像没有开，也刚好没有开放让人家进去参拜吧？应该啦。因为它铁门是关起来的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也没有要进去看，我只是介绍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啊，在这尊大佛的后方，就在这一栋。它里面是有佛有神像让人家参拜，然后它的二楼还是三楼吧，刚好就是外面这个阳台这部分。它有之前我来的时候，它有摆一只大关刀，让人家举看看看能不能举起来。我们来去看一下好了。事隔多年，我太久没来了。我们来举那个关刀，我不知道举不举得起来，也不知道它还在不在。那因为现在是早晨，哇，有人在这个广场这里打太极拳。他庙里面很像在做法事耶，不知道方不方便进去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前往过去看一下好了。
刚上来到二楼了，哇，大家有看到眼前这只关刀吗？我们来看一下哦。欢迎试举青龙偃月刀，本大刀10.7台尺，重达106台斤。台斤怎么算？我不会算，好，跳过。以星辰点燃一炷清香，拜之后，金执圣杯，刀气上紧握，举起来，好。一炷清香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拜。我现在点了一炷香哦，那我们现在去跟关圣帝君拜一下，看得到他允许，我们来举那一把关刀哦。圣杯喽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去拿那个关刀吧。我们现在来举这个关刀，哇！有点喘啊，真的，这只关刀好重啊。好，那我们的目的已经达成了，那现在准备去那个银飞瀑布哦。Let's go 咯。像我们现在要走去看那个银飞瀑布的时候，都有那个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树开的这个紫色花，很漂亮。有看这个影片的观众可以跟我讲一下吗？在下方帮我留言，跟我说一下这个树到底是什么树。哇，这个紫色的花真的很漂亮。我从小到现在都很喜欢紫色的东西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哇，我们现在走到这一段。个艺术墙，它上面有刻字哎，我们看一下，前进，因为它把字体裸空，其实看得不是很清楚，它到底写什么。可是它官方网站应该有把这个写的东西列出来了。因为看得真的不是很清楚。哇，这片场真的很壮观，而且真的很漂亮。我也不会形容它，有很文青的感觉。哦，我一直把那个桥，一直把那个瀑布念错了。现在终于看到它的证明了啦。它叫银桥飞瀑啊，就在这里啦。银桥飞瀑，可是啊都没水呢。它今天没有放水呢。是最近缺水吗？是最近缺水吗？它没有水耶，没有瀑布耶。我们走下去看一下，银桥飞瀑。没有水，把不 OK 啦，就这样啦。这个八卦山其实它的景色有很多。
那值得大家如果有来到彰化吃霸王啊逛风景的时候就来这边看看吧。其实这个点也不用我介绍了，只是想拍给大家看，因为这个点已经很出名了，这个不用我介绍了。 OK 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拍摄到此咯。今天彰化一游呢，不止我会来到这个八卦山，我还会多去几个点啊，不知道影片拍不拍得成哦，因为有时候拍影片有很多种因素。那今天影片就拍摄到此哦。那喜欢吃影片，请下方帮我点个赞或按个喜欢。那想要继续追踪本频道，请帮我按订阅哦。OK 啦，大家拜拜喽，拜拜。